耶诞节快到了，不少景点活动都会使用人造雪来制造过节的气氛，但是要提醒您可能会暗藏危机，因为现在就有医师提醒，这人造雪的主要原料是聚丙烯酸钠，要是使用纯度不高的，可能就会残留酸性或碱性物质，接触到皮肤可能造成皮肤跟眼睛还有黏膜出现皮肤炎甚至是灼伤的情况，而要是碰到这样的状况，就要尽速用水来冲洗，尽快就医。夜空飘下白色雪花，宛如置身雪国，超有耶诞氛围。不少业者会使用人造雪吸引民众朝圣，不过可要注意，因为如果遇到原料不纯，抢拍美照后可能面临皮肤灼伤的危机。工业用的啦，或是那种廉价的呢，它的反应如果不完全，就会产生酸碱的东西出来，或是一些重金属残留物，也会造成一些轻微的腐蚀效果。人造雪的形成主要原料是这一罐聚丙烯酸钠，原本是粉末状，只要加一点水，约一分钟就能膨胀约100倍，成为一团宛如雪花的白色物体。下去的时候用手去搓揉，让它分散出来，它可以迅速膨胀，产生那个雪花粘稠的绵密的那个效果。其实聚丙烯酸钠高纯度对人体是无毒无害，除了人造雪，还广泛运用在纸尿裤、土壤保湿剂。但是碰到不纯的，可能会残留部分酸性或碱性的物质，加上冬天皮肤比较干燥，大大增加灼伤或不舒服的几率。术后两三分钟之内它是个急性的反应，可能就让皮肤刺激的现象。不管是对眼睛、皮肤，甚至口腔黏膜，比如说你吸入之后呢，也会造成刺激。医生提醒民众，接触到人造雪，只要有点不适，需赶紧冲洗。若瘙痒、过敏状况持续，得尽速就医，别轻忽。记者杨宗彦、卢伯聪台北报道。前姐秦维娟是我国女篮的指标性人物，但是过去因为运动伤害的关系，她的膝盖曾经好多次开刀，但是旧疾还是隐隐作痛，甚至现在她连蹲下这个动作都是有困难的，被诊断是严重退化性关节炎的第三期，原先还要再动刀来换置人工关节，但是现在她靠着脂肪干细胞治疗，不但延缓了换置人工关节的时间，还可以减低疼痛。球上来，别看这简单一跳，对秦文君来说相当不容易。女篮国手出身，综合体坛30年，带来辉煌成绩，也留下不少运动伤害。4岁前就动过3次手术，但还是连蹲下都有困难。我不能跳的原因不是我不能跳起来，而是我无法着地的那个碰撞的那个缓冲，因为我没有了那个软骨，一落地是非常不舒服。从 X 光影像来看，秦维娟两边膝盖软骨都快磨损殆尽，被诊断为严重退化性关节炎第三期，差一点就要动刀换人工关节。现在则是利用5年前通过的特管办法，透过脂肪干细胞治疗，延缓换人工关节时间，还能减低疼痛。发生米粒大小的脂肪，我再去做干细胞的培养，治疗后变化很大。之前大概10分里面我都11分痛，我现在大概都2-3分。我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宣布，把球鞋再穿。现在我们采的都是自体的干细胞，下一步呢，现在已经在进行临床试验中的就是液体的脂肪干细胞的治疗，细胞的来源可以做筛选，它可以事先的自备。健保署强调，未来希望能够从自体走向液体，医疗费用也能降低，让更多人得以受惠。记者魏田建国特报道。抢攻客家族群的选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开金嗓大秀客家竞选歌曲，而且呢还唱完了一完整的一首歌。制作人甚至爆料说，赖清德真的是蛮认真的，而且求好心切，会安排老师先对过。在录音当下，更会主动要求说，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吗？在陆战方面也非常积极拜会地方大佬，像是昨天拜访了淡水一信理事主席麦盛刚。那么由于麦盛刚是国民党籍的，而且还是朱立伦美国纽约大学的同学，引发拔庄的联想。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带着立委候选人何伯文14号拜会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来迎接的是理事主席麦盛刚。赖清德一下车，两人就握手寒暄，互动热络。副总统今天来拔庄吗？赖清德这场私人会面难道是拔庄吗？因为麦盛刚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美国纽约大学的同学，而本身具有国民党党籍，赖清德停留约1小时左右，跟赖盛刚共进午餐，也交换意见。合影的时候，赖清德不比赞，改比自己的选举号次2号，麦盛刚也跟着比胜利的 V。 选前倒数，赖清德拜会蓝营地方大佬，引发联想，而空战同时也持续进行。谁看过他输公过于我，过于强烈。
开金嗓现身唱客家竞选歌曲，一整首从头唱到结束。赖清德展现苦练客语的成果，也凸显对客家文化的重视。他很认真，因为他就是求好心切，有帮自己多安排了跟老师再 re 过的行程。比方说，上次我就说可以这样不错，他说我觉得。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歌曲包含五种客语腔调，因此取名为四海大平安，也传达客家就是我家的荣耀认同。那这五种腔调跟很多不一样的族群的文化一样，都在这个岛上慢慢的富裕，这样子的作品可以跟大家一样一起来挺台湾。赖清德请跑客家庄，在许多致辞场合也都用客语问候或全程客语表达。另外也提出桃竹苗大戏骨计划，拼选举，积极抢攻客家票。记者盛张月杰台北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从南部开始大规模的扫街，而今天来到云林，一整天都尽力在拉近蓝绿在南部的差距。选战策略定调为侯南北召，分进合集。而现在蓝白也都在争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支持。像是前云林县长张荣卫在日前更爆料了，郭董在最后一刻是会出来挺侯的。对此，侯友宜则强调会团结所有的好朋友，相信一定可以政党轮替。侯友宜来了，民众热情挥手打招呼。不过仔细一看，这麦克风手就是云林县长张立善本人。中午侯友宜来到云林，一整天行程跑好跑满。到公庙参拜，侯友宜请跑中南部，而同一时间副手赵少康在东台湾。当选一定紧速，希望两岸能够开放。除了我们能够赚观光的钱，是他们向往的地方，也喜欢的地方。那假如他们有一天要打我们，老百姓都会反对啊，到过台湾都会说，那台湾好好的，你打人家干什么呢？除了竞选策略主轴定调侯南北召，加上分开抢选票，还主打政见。但前一天，国民党部分区立委被提名人苏兴权代表侯友宜参加健康论坛，抛出0到6岁健保费国家出，引发外界哗然。虽然苏兴权随后澄清是口误，但侯友宜买单吗？0到6岁国家养，6到12岁国家付。这是我提出的政见，但这样还不够。王金平日前促成挺郭派地方人士归队，不过南投县议长何胜峰除了退党，还表态就算国民党稳赢也不回归。加上被视为最后一块在野拼图，就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动向，蓝白都在抢攻这一块。日前前云林县长张荣卫还爆料，郭董会在最后一刻出来帮侯友宜助选。团结咱所有要政党轮替的所有好朋友，能够解决人民现在面临的痛苦。以及期待政党轮替，票多才会赢，选举朋友当然是越多越好。记者范宏伟、台郭正义、刘林祥、云林、台东采访报道。